了吗？这个南瓜给你吃嘛。哎，舅婆，南瓜给我吃啊。哎，快进来玩一下啊。好的，在这里玩一下啊。好的。这个火烤去了。哎，芋头，谁来了？舅婆啊，舅婆拿了个南瓜给我们夹菜。反正你下午没事情做啊，要不你去做南瓜饼吃好了呀。好的，舅婆你在这玩一下，我去做南瓜饼吃啊。嗯。好，赶紧去做吧。啊，你茶泡杯给他。啊。把南瓜给它破一下，把南瓜籽给它挖出来。把南瓜皮去掉，南瓜给它切薄片，放碗里，锅里倒点水，把南瓜放上去，盖盖蒸半个小时。差不多了，拿出来，加入白糖，南瓜给它碾碎，加入糯米粉，先给它搅拌一下，不够再加，湿透了，刚才那个盆太小，换个盆继续揉，难怪刚才施展不开，弄点干粉。把它揪一坨，放点面包糠，炸出来更好看。差不多了，可以再分给他们来吃，趁热吃好吃点。分给舅婆可以吃啦。来了。哎，来吃南瓜饼了。现在就闻到香味了。嗯，来，趁热吃。嗯，舅婆，做的这么好啊，很香哎。嗯，趁热吃。嗯，好吃哎。嗯，好吃。嗯。啊，看看。嗯，外面脆脆的，里面糯糯的。嗯，真好吃，嗯、好吃的，好吃，老年人也可以吃。嗯。芋头，芋头，这么冷的天，你跑地里干嘛？割白菜吃呀。哎呀，这么冷的天割什么白菜呀、啊？嗯，你就不懂了吧？现在霜打过的白菜最甜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让我来吧，手都冻冷了。还有几个呀？再割两个呗。好。哇，好，这个够了，我们就回去吧。啊，好冷啊，这个风吹来，大体上就是冷啊。来，赶紧回去吧。好，这风吹来有点割脸了。你傻呀，你这种事情不会叫我出来做吗？因为白菜不好，我就想吃冷的，怎么身上那么冷啊？别扯了，现在几度呀？给你做好吃的。还相信单飞就有天空那样，你回去给我做什么好吃的？白菜啊，就一个白菜，没有肉吗？这是没肉啊，一天天吃不腻啊，偶尔吃个白菜吗？又不甜。哎呀，没肉我是不吃，要吃你自己吃。这变脸就变脸，这个你真的都不吃啦？吃素我就不吃了，谁爱吃谁吃。好抖。
出来不吃了，把白菜洗出来。都还了解我，内心的忘记表面来的过，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，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。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，和你说清楚的了模样，像从来没有试过受过伤，还像情感飞升了天空那样。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，一滴一道曙光在肩膀，被泼过太阳的雨滴和雪花，空间只微笑要暖的像太阳。准备点地瓜。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，你能看见我看不到的地方。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，都爱扬起头不听命运的话。我抓半个心，又给它铺上去，没法去蒸。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，还像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。我要再看个最远的地方，一滴一道曙光在肩膀。哇，行，还点葱花。哇，可以了。去叫那个小男人吃饭。大海人家。不知道，别走了，赶紧吃饭。小孩子一样，没这么大脾气。一点都不香，肯定没有肉。哇，就一个青菜啊，还不够啊，我还给你蒸了个番薯，你打开看看。你不生气吗？不吃吗？你去睡觉去。干嘛要和吃的过不去啊？嗯，好吃。